新加坡英华自主中学 IB 成绩榜首，英华自主中学简称 ACSI 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英华学校家族七所学校的一员。英华自主中校的前身是英华初级中学，作为新加坡名列前茅的数所名校之一，英华自主中学获得了新加坡教育部颁发的卓越学校奖以及杰出学校两个最高荣誉。学校由卫理公会主教威廉菲茨詹姆斯奥尔德姆于1886年创立，旨在培养学生为上帝和人类服务。1988年1月， ACS 成为首批独立的学校之一，作为教育部推动国家教育格局多样化的举措的一部分。随后学校更名为 ACS 独立学校，提供两个学术课程，一四年中学快捷课程 O-level 考试或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普通水准证书，二为期六年综合课程 IP 国际中心会考 IB 国际文凭。注：综合课程 IP 是专为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提供六年的中学与初级学院的直通车计划， IP 允许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预科教育，而无需参加 GEEO level 考试。学校的核心目的是培养 ACSEans 成为具有敬虔价值观和坚强品格的变革催化剂，预备并愿意在家庭、国家和全球社区中服务和领导。近几年，英华自主中学一直是新加坡 IB 成绩榜首，在平均分、满分人数等数据上十分出众，同时在每年有400多名考生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这种高水平的成绩，才是英华自主中学能成为新加坡数一数二的中学的原因。这么厉害的学校，值得你驻足关注。你还想知道关于英华自主中学的哪些信息呢？关注新加坡袋鼠学，足不出户带你了解新加坡教育。